熟了还是没熟呀？姨姨，你赶紧来，我这啥情况？안녕하세요김상순 TV 입니다진풍경차이나세번째시리즈는불량제품편입니다중국의짝퉁제조는정평이나있죠정말상상도할수없는가격으로모조품을만드는데요제품의겉모양은정말그럴듯하지만불과얼마지나지않으면결국내구성과품질의문제가발견되기마련입니다우리말에싼게비지떡이라는말도있는데요영상을통해간접경험하시죠刚才我不小心把家里温度计打碎了啊然后我儿子去药房买了四个温度计这小票是三个但是我儿子后来又付款又买了一只现在是九块钱一只四只是49、36块钱涨价无所谓啊前些日子我在网上买了两只五块钱还包邮现在一只九块钱涨价咱理解没事你涨无所谓但是你得准你看四只温度计测完之后温度是四个度数差距这么大大家瞅瞅啊这玩意儿靠不靠谱那个看了很好看了黑号不是不是一拿这不是都想都想磕了想把分涨出来一百子了영상어떻게보셨나요댓글로소통하시죠다음영상은공짜좀도둑편입니다3년째예95,000명에서멈춰있습니다예이번에10만도전다시해보겠습니다 SNS 로공유해주시고구독알림좋아요눌러서응원해주시기바랍니다감사합니다